家好，我是彰濱秀传医院院长黄世维。那今天很高兴，代表秀传医院接受上盈科技卓董事长亲自到场，来给我们捐赠，医护人员非常重要的 N95 口罩。那 N95 口罩是我们防疫的这个过程上非常需要的一个医材。那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大力的一个强心针，然后给我们一个及时雨。那也感谢上盈科技，因为上盈科技在中台湾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台湾之光，那也是一个国际型的指标企业。那今天除了秀传之外，也捐了非常多医院。那我们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接受这样的捐赠。那同时，我们过去跟上盈科技也有很好的在医材研发上，尤其是微创手术的医材、机器手臂的这个研发。那希望未来可以再结合上盈科技跟秀传医院，我们再开发更多的医疗器材，然后再建造更多的护国神山。好，那是不是请